才叔没饭吃，这集大伙瞎掰异常太激烈，歪楼不够还得附上示范动作，唱作俱佳，实在太狂野。谢哲欣够聪明吧？我就没有看过他翻红，他也不会忍不住挖鼻孔啊。他是不在外头啊，他还有礼貌。他在叫他，哎，挖鼻孔啊！是不是？本来好好的讲，居然又变成丑。当然知道，主委。那是董主委，没有啦，是是主委，那是董主委，哪里？误会，推动这个环保，那你就用，你就用了一个 B 一个彩绘的时候，那是不是降低大家去丢的时候？对不对？知道你就说，我知道，变得降低。就那个五星级香鱼料理示范过程，险象环生，状况有点多。好在师傅们底蕴深厚，关关难过关关过。那你拔要转哦。好，来。哦，有一个要龙门，就对。好可爱哦。我的晕。完了，没有要过去，射到位，射到柱子啊！重注，再重点，被 double， 这样就完全了。重注两倍。不像吗？哇！硬要，不要终于来一次，太好了！紧张，慢，下，完成！哇塞，最后没抓住三秒，多帅！好饿，财叔没饭吃。不怕，有我在。全力燃决赛。五星级香鱼料理秀，欢迎好，欢迎各位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已经看到今天的这一对金童玉女了啊！这两个人呢，终于有了一个舞台剧的推出了，厉害了！欢迎林俊逸、林奕馨，欢迎两位。大家好。脑内失控的 iTunes。他主要是在形容一个主角，然后他因为一些意外，然后呢脑中开始充满了许多的乐句，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有，它是很医学的一个戏，是真的有这个症，医学，它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真的有这样的病例，是真人真事改编的，他就会听到很多音乐，在里面真的是又弹又拉又唱又演，对，我你奶脑子就是一直有音乐会出来，对，然后刚好你选，你刚好你会很多乐器的，就是。觉得是量身打造的，是没有，这我人生第一个音乐剧，希望不要搞砸，请大家来买票。不会啦，哎，这个戏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在台上要弹真的。你听说在里面演的是他的爸爸？哎，是吗？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渣男。渣男？渣男哦。哎呀，哎呦，我演的是一个过气的偶像歌手。哎，那你的本色演出在干嘛呢？没有，我是从你这边借镜的。我懂你的意思。好好介绍。好，所以呢，我们这次在8月16、17、18，在台北的城市舞台要演出的是《脑内失控的 iTunes》。好，现在票都可以在 OpenTix 买到了。是的，8月16、17、18，暑假档应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出剧情啊。全民大剧团的《脑内失控 iTunes》。看看这两兄妹如何展现惊人的歌艺和演技 ，OK， 加油！好了，今天呢，我们这个是猜出没饭吃，要吃五星级的香鱼啊！今天我要来全面拦截，希望能够拦截得到啊！目前呢，我们俩的票数是同票，香鱼的精彩料理，马上看看这超省时宴客菜，欢迎张清勇师傅。你看这香鱼长得多漂亮，多肥美啊！很大只，超大，它会有水果的香气在身上。西瓜，真香。菜名叫做松软霜降香鱼，这就是有软的吗？有软的，母的哦，有软的，对，今天的鱼卵会拿来做有爆软的是吧？对，所以它是一个谐音啊，一个松，因为我就会用到松露，松软，松软，然后吃这个松那个软啊，对，但是它也吃起来很松软。松软霜降香鱼，即时开始。来，我们霜这个香鱼，我因为五分钟，我先把它处理过，把那个刺都挑掉，调味一下，这样你们大家吃比较方便。黑胡椒跟盐，对，啊，先菇先放下来炒。这是蘑菇，对。那个香鱼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用烤的嘛，所以外层是不是就会很硬，皮都不太会吃。可是它到底皮是可以怎么样料理，让它一起食用的？只是干煎也可以，它一夜干也好吃啊。对，然后我这边还有香鱼的一夜干哦，
像椰干算比较高级的椰干的了。哦，对啊。而且它如果说像现在今天这个尺寸已经快到一尺香了，野生的话到一尺香的话，那是很好吃。哦，哇！那它的皮会不会跟一般的鱼类比起来稍厚？稍微。你把鱼卵加进去，对，然后做成酱汁，炒过之后来这个白兰地下来。时间过了一分钟。香鱼是可以人工养殖的，现在在宜兰很养得很好，很多吧？宜兰养得很好，要活水。嗯，好，那我们来挑一个酱汁。你刚转过去是要找什么吗？本来要拿那个水晶碗，我后来发现它们太大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对，好，大家自己说好。然后水晶碗那些应该补进来的哦，对吧？忘记了，对吧？来，洋葱，我来，好不好？哦，这个就是松露碎，把它加进来，这些够不够？啊，哇，好，你是大千万是不是？你很浮夸哎。来 ，cheese 粉，好，这边加一点。时间过了两分钟。这是高汤，鱼高汤。对，就是用它的这个谁下的骨头？鱼骨头去熬制的。哦，鱼骨高汤。对，然后这里来调味一下。这松露跟美乃滋啊，哪一个？这是松露跟美乃滋吗？对，松露、美乃滋跟 cheese 粉还有洋葱。然后这边这个芦笋下来，调味一下，用充满了鱼油的香气的油来煎成笋，那这里火就可以关掉了。其实它余温就可以让虾那个香鱼焖熟了，然后芦笋也可以上色，两面煎。好，酱汁的部分我带一点点糖进来，带点糖进来，然后这时候鲜奶油下来，鲜奶油这么多，对。它就是会有点法式的感觉。我这里可能不够稠，我们带一点点面粉下来。在油锅里面的可能差不多了。倒数最后一分钟。哦，刚刚好呢，那样漂亮。对对对，好哦，好厉害哦。炸的那样漂亮。哦哟。香。你原来这个芦笋是生的还是已经水煮过？有水煮过，有水煮过，水煮过了嘛？那怎么可能？这动物大。如果不是水煮过，新鲜的下来应该不可能，对不对？嗯，对。没那么快。也可以啦，盖子盖起来焖一下就好了。也可以，也可以加盖。小心汤哦。还不够稠吗？来不及，来不及。莫非来不及？今天的秋有收真的可以了，不一样吗？要不要打氮气？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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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终于来得及了，太好了！你刚刚没有在他的 tempo 上，哎哎，慢慢慢慢慢慢，那你好，下，完成！哇塞，最后跟三手三秒，多帅！你有每一次没到没关系吧？小丑对，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样摆很好看。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松软霜降谁吃得到？来，请就位。来，请出今天的第一题。现代人在交往时，一些合宜的小动作可以提升自己的魅力。而根据日本研究发现，女性想要提升自己的魅力，可以多做下列哪个动作 ？A。讲话时不时点点头 ，B， 右手轻敲头说：“哎，我真笨。”真笨嘞！哎，他会不会轻敲？我可以打你。好，对，轻敲。好，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布，打死不变。打死不猜，对，不小心猜啊。照你刚刚那演的话，非常非常的可爱。我确定选 A 了，没有错。那个敲头说自己笨的，就觉得，看来这个人真的蛮笨。都不同款哦，哦，真的款式很多。拜托，你要想象的是日本的女生轻声细语在那边，啊，哎，我这开心。他们日本人的反应都是这样的，有带着笑表示我正专注的，我重视你这个人，我听你讲话。然后这个，而且是那个眼神是充满了一种。善意的，还有热忱的。我也可以很善意的说啊，八嘎的死。哎，谢谢。等先冷静，先是我要拦截他。啊，是啊，对对对对，我搞错游戏，搞错了。好了好了，我给 B 了。快点。怎么不一样？他都想好要怎么讲 B 了。对啊，这样他要换一本台词。B 是不是？因为 B 比较意外啊，就是我怎么办？我真笨哎。
然后变得比较可爱。好，哦，所以你是 A。好，所以我答案是 A。哦，好了，给你 A， 给你 A。给我 A。一般的女生都不太会这样做，对啊，除非她就是要刻意的凸显出自己女生的那个柔弱之类的。可是大部分正常女生在交往或是什么不太会这样子做。你这种整顿饭都吃不下去，吃不下，那一种人家在提升自己魅力耶，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就是在讲话时不时点点头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就像一开始你说的，你很专注在听对方说话。然后对，就像你这样点头，就会觉得好可爱，我真笨。你们好像拉到一个，哇，就被反驳了。是因为做的人不对。来，终极水平，请选择。五、四、三、二、一。我选 A。哎呦，交换哦。你会最后决定说走过去的原因是什么？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以日本来说，通常日本男生好像比较大男人主义，所以如果是女生时不时的跟他们说，哦，我觉得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感觉他们好像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对，而且我们女生比较不会，哎呦好笨哦，不太会。那日本对你手势啊，跟你讲话他会这样，所以不是敲头。やっぱり，やっぱり，果然你讲的是对的。那你过去的意思是没有，因为他说想要提升自己的魅力。那我觉得日本可能也是大男人主义的关系。然后，哎呀，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我好笨哦，反而会有一种让人家来照顾你的感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顿顿的，然后顿顿，反而是想过去的。他因为他做的那个动作觉得很可爱啊，对啊，所以就留着我怎么知道他自己走过去？他最后讲说，我选 A， 最后就是跑过去了，美酷，美酷，我觉得他做这样很可爱。你别来吧，答案是美酷啊。やっぱり。日本的研究人员发现，你去想要令自己在异性中变得更有吸引力，原来点头这个动作会使女性更有魅力。研究发现，只要自然的对对方回应的人点点头，哦，人家就会觉得他更喜爱，有更有吸引力。哎，处罚。淡拿一方，淡水，来喝点屁吧。我尽量不要喝到。它就是屁味，等等，它是淡屁。乌干拉。来杯。我真的喝了一杯屁耶，两种口感，好，一个是煎的，是炸的，麻辣的哦，一点点那个麻辣的哦，嗯，对对对 ，Thank you， 手感怎么样？刚好，哎呦，是煎的，再是炸的，松软，嗯，真的松软，松软，嗯，很好吃，而且它那个皮，我觉得有点恰恰的感觉，嗯，酥脆感，然后里面肉松松的，搭配起来很好吃。一性啊，害我没吃到，炸的再多一点，沾多一点。哦，可是这个好好吃哦。对，还要沾对狗上。这边你如果还要，还有这里。哇，好酥哦。嗯。哎呦，我们吃酥啦。哇，这声音好好听哦。就这道酥啦。哎，它跟这个酱很搭。它很像那个。吃完的。还有松露酱，像塔塔酱。对。有像塔塔酱。像塔塔酱。很好吃，因为没奶吃松露。很像，它很像那个炸鱼块，英国的。炸鱼条。对对对。蛮好，掌声鼓励。好了，等下就不让。今天要吃香鱼啊，是。过程中待会的五星级的做法，还有试吃的阶段。欢迎今天两位主厨 Max 跟米泽师傅来。来，现在从米泽师傅先开始。是。林俊逸当上二厨，来带来的菜品叫什么？巴蜀风味烤香鱼锅，就类似重庆烤鱼这样。但这个巴蜀鱼怎么操作它？来，请看示范。好，首先的话，我这边已经都去好骨了，然后鱼卵也取出来，然后我有稍微先烫过，因为我待会是要一起下去烤。那总共三尾的卵吗？对，三尾，就是直接用13香下去抓腌，因为我需要它的香气。对，然后就稍微抓腌。13香有一个大致差不多的内容。你怎么有那么可爱的腔调？13香，是三香。他也会看过人讲13香，是三香。我很抱歉，是不是其实成分也不是那么一样呢？没，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是不是每个人的13香？就是台湾每个人的五香也不一样啊，有的不止五香啊。对啊，觉得他少8香吗？哦，那少8箱可以告他。哦 ，very naughty 那卡，多一点没有关系。
美的，很香，很香，很香。好，那鱼卵的部分也是需要有一点香气。哇，哇，你这三尾的鱼卵是够多的，包的这么薄哦。嗯，对，鱼卵应该很容易熟吧？对，但是我想要有一个香气，棒鱼卵是三香。你真的很讨厌。这边先加味淋，我要打一个那个芝麻酱，凉面的酱哦，对，然后这个面的酱，芝麻酱，哇，这个颜色好，然后酱油，酱到流眼泪，然后以及香油，可以盖上盖子，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冷静，这位放空的朋友，这位放空。要放什么？蒜碎。你不是忘了加的？没有没有，因为我主要先让芝麻糊先把它打均匀。芝麻糊。这个嘞。这是。然后接着加一点开水。这是水。对。这会乳化。对。好，那一样乳化持续。是因为加水跟油啊。乳化会怎么样？就会变白，比较没那么明显。我们待会再回来。好，没问题。我也看一下 Max 做什么。好，麦克斯啊，好，麦克斯啊，你今天带来的什么菜名啊？我今天带来的叫做金香月龙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使用了一个特产的一个金钻凤梨，然后搭配上新鲜的香鱼。那当然，鱼跃龙门它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好兆头嘛。现在是对，要拍过年特别节目的，搞得红好像哦。来，请好，来一开始我们先帮我穿烫一下这个。这个放下去应该芦笋头会跑出来。对啊。然后这个的部分比较软吗？香鱼软。哇。对，那完整版。抽亮亮的，那我也这么多。对，用煎的，干煎一下下。煎香，然后淋沙拉酱，就各种鱼卵吃起来是不是都差不多？哎，不一样，不一样，鲑鱼卵就不一样，弹性不同吧？吃起来弹性不一样，味道细腻。有一些鱼卵的口感是细腻的，对对对，那种细细腻腻那种，弹牙的。要做鱼蛋沙拉，那我希望在里面有一点酸度的东西去提它的一个香气哦。哦，应该这东西应该快看不下去了吧？因为可能是生的，我不知道这可以的，可以的，可以了，可以了。师傅安排我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小心哦，颜色上了也很容易爆。对，嗯，顶高峰哦，嗯，再小一点。Max， 你的水锅这边还要吗？水锅就先不用了。好嘞，水锅火，这个，那我先去切。好，就帮我切。你要去切了。对对，因为它速度其实蛮快的。哦，它这次的香鱼的真的鱼卵的尺寸蛮大的。所以我们待会试吃呢，我们就试吃这个非常的好吃。你先煎你的鱼蛋。好，我先煎我的鱼蛋。米泽师傅有试吃，对不起。哎，真实凉面。对，还有蛋丝哦。对，哇，黄瓜丝哦，我吃全套的。嗯，以及要不要叫 Max 过来看一下？我附一点那个鸡肉。你看人家那个多用心。我看看他试吃什么？吃凉面哎。哎，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份哎。这样子是一份。对啊。吃辣吗？吃。你现在也吃辣了，因为他这个还好，我天哪！这个号，各单位请就位。好，开始了，请这里。现代人普遍压力大，能好好睡上一种一觉，更是一种奢求。根据研究发现，睡觉时使用哪一种颜色的小夜灯，可以让睡眠品质更好 ？A， 温暖光线的黄色小夜灯。好忙哦，好多道具啊。B， 阿嬷家的红色小夜灯。剪刀石头布。你会猜 ？B 这种红色的灯特别容易入睡，黄色这个灯是最常见的，因为它最舒服的。因为我试过哎，有一次在一个亲戚家里面，它就是红色小夜灯，特别好睡。有这种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害怕，就是昏迷，红色。是因为害怕，一躺下去呢，就有那种闪红灯的出现。对对对，就是。哦，原来入睡是因为看到那个闪红灯，不是他家的夜灯啊，你搞错了，昏迷了。哎，入睡跟昏迷你们分不太清楚，是你刚没有分清楚啊。没有，我分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应该是 B。好。
因为其实 B 我觉得红色的部分，像例如说救护车、急诊、急救或者是警讯的时候，它都会是红色的，它就是有一个警示的作用。橘色、橘黄色的灯，它就是一个暖色系的，它可以带给你安定，可以带给你就是放松的感觉，让你更好入眠。我觉得是 A。 中间选民请选择。5、4、3、2、1，真的假的？哎，你是跟走对不对？不是不是，你为什么最后过来？我家里都是黄光，所以我想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下次啊，你就买七彩灯，然后去试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好睡？对，七彩灯哦，还有一个是蓝色的哦，蓝色哦，蓝色应该蛮好睡的。七彩霓虹灯，你为什么不过去啊？没有，因为我觉得黄色小夜灯真的太常见了，太普通。对啊，如果是那个答案，好像有点太理所当然。嗯，但是红色我是自己也没有试过，所以搞不好这几天试试看看。答案是 B。为什么？专家研究证实，暴露于红光对于睡眠有正面的影响。发表在这个松果体研究杂志上面的一个研究表明，睡前接触红光会增加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并改善睡眠的品质。而绿光或黄光似乎对这个褪黑激素分泌和睡眠的影响是有限的。是两面喽，是两面喽。哇，感觉好像不够，可以再加一点。嗯 ，OK 吗？凉面就是要加辣，嗯，对，我们这样就很像聚餐哈，嗯，其实还是蛮甜的，嗯，而且甜味蛮高的，嗯，哎，它很像那个我们在便利商店吃到的那种凉面的酱，小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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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商店吃到的那个没有加刚刚加的那个辣酱。那个辣酱好像我朋友的辣酱，便利商店买没有啊？你朋友送你吗？我朋友没有送我，我朋友也没送我，奇怪。这边的厨是谁啊？我啊，收盘子。我没有给你们吗？那你回去吗？没有啊。好好好，我来放着就好，放着就好。好了，注意这边。来，做什么？现在烤鱼的锅底，那里面有洋葱、切块、蒜末跟姜末。好，那我们带着回来。然后我转。来，哎呦，煎的怎么样？什么叫烤？煎的非常的完美，切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像，看一下薄面的，对，片面的，哎，看有没有，哇，非常的漂亮。哎，那什么？鱼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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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现场吗？我以为是，我在看到切面，对对对，有没有？法国吐司哎，提个味道，哇，暂时就这样就好了。好，九位，试吃阶段的最后一道，请出题。各个城市为了推动环保，对于垃圾桶的放置都有各种不同的策略，但根据研究发现，下列哪一种垃圾桶会降低人们丢垃圾的意愿 ？A. 醒目亮眼的橘色垃圾桶 ，B. 小学生进行彩绘的垃圾桶，反正大家不太愿意丢垃圾。剪刀石头布，哎呦厉害！哎呀我。你知道呀？我心，我当然知道。哎，他主委，垃圾桶主委，没有啦，社区主委，垃圾桶主委在哪里？垃圾桶主委在哪里？整个社区只管垃圾桶。本来想选 A， 但是我今天一直选错，所以我觉得我想选 B， 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们在画这个东西应该也是需要时间或是创意。如果把它拿来当垃圾桶，好像不太对，就是让丢垃圾的人有罪恶感，就是觉得你在糟蹋小朋友的艺术跟创作。主委说，主委说，根据你研究的十几种垃圾桶，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垃圾桶基本上都走的比较城市、比较大地色彩。嗯，你去想想你所有看过的垃圾桶，都是属于棕色系的、大地色系的、绿色系的。绿色哦，绿色，绝少你会看到一个亮橘色的，你知道吗？在那边。我印象所及，我没有见过。中间选民，请选择。5、4、3、2、1。哎呦！哎呦！为什么走过去？小孩子有彩绘过垃圾桶，可能他们以为这是一个艺术品，就是丢进去的欲望就没有那么的直接，或是觉得说啊，这个垃圾待会再丢好了之类的。告诉他，因为他题目的部分就是城市为了要推动这个环保。那你就用了一个 B 一个彩绘的时候，那是不是降低大家去丢的时候，对不对？知道你就说，我知道，我知道，就变成降低，因为他们选会降低的色嘛，你会降低，你会降低，没错啊，对，因为橘色大部分都是装水用的，
以我们来讲，就是装水的水桶。对，就是这个大水桶那一种。我们做餐饮那个大桶的都是橘色，大桶你知道吧？林俊逸，其实最常看到橘色垃圾桶，然后丢满垃圾就是夜市。我也是都看到橘色的桶丢，因为橘色其实它是怎样？它让你醒目看到啊，那边垃圾桶，这边是垃圾桶，就去丢。但是，来说一下真正的解释了，对。瑞典一项最新的研究实验以灰色、鲜橙色以及印有儿童环保绘画的三种不同外观的户外垃圾桶，持续观察了四周，发现这个鲜橙色垃圾桶是最多的，人家丢的话是最多的，平均超过2公斤，因为它真的就很显眼，吸引人家有注意力。对，那令人意外就是说，这个印有儿童环保绘画讯息的垃圾桶收集是最少的，只有0.5公斤。但研究人员推测是因为他们会在这个上面宣导一些讯息而产生了反感。所以他们导致这些民众不太愿意去丢这个垃圾桶。那来一张，来喝屁汁，还要可以吃了。摆盘，哇！哦，有用心嘞，被激到嘞哈。嗯，还有凤梨，跟凤梨很搭哎。对对啊，它等于那一道菜里面的东西都有了，就全吃了这个。对啊，对，我们只有它最后的调味会不太一样。把那道的前菜等于它所有的边角料全部把它拿来试吃哦。这边的部分其实我们会再大胆的把美乃滋整个挤上。那是刚试吃有加啦，会不一样。和尚，你那要跟这道不一样。哎，不要彩绘哦，不要彩绘哦。试吃的时候就是先让大家品尝一下它比较单纯的味道。可以彩绘，它不要写锦语就好了。哦。然后接着我们糖霜哦，大胆的把糖撒上去。要至少上。对，它会多一个脆口的感觉。鱼卵好香哦，细致的，很好吃。对，哎呦，哎呦，这样子烧，后来有一种就是乌鱼子的感觉，可是没有那么黏。再烧一种，好来，请各自回座来。香鱼比较其实是细骨的一种鱼，所以我想要把它炸得酥酥脆脆，然后搭配上我们凤梨的一个糖醋汁下去吃。油温呢？油温的话，其实大概可以落在180，差不多。还早嘞，那我们待会再回来。好，你们待会再回来。来，先后转，铸铁锅已经预热了。对，蒜苗，好。可以下一点盐，然后跟香油，然后这都是锅底料，青椒，铸铁锅拿来做炖菜比较特别好，对吧？嗯，因为它烤成椰干了嘛，哦，它泡在汤里，你的汤就是刚才这个辣汤是吧？对。哦，锅底哇，连底部都上色，等一下，香鱼真的是一个很好吃的，它不会有恐怖的味道。然后接着汤锅要叫了，哇，哇，好热闹，好热闹 ，perfect。然后待会吃的时候搭配一些腐竹，它完全就是那个水煮鱼的味道。凉面的部分放在哦，一小碗一小碗那样。它都烤干了哈，对，你刚吃那个鱼，鱼软，很嫩的，相当的好，很厉害，鱼软香的，这种鱼软是细致，相当的好啊。我很干，你吃手里面，一点都没啊。哦，然后接着葱花，葱丝，好可爱。然后还有芝麻，哦，蛮好。那这边也是。哎，那些鱼软不放进来？可以，待会吃的时候一起配着吃也可以。好，接着就盛盘就完成。这个巴蜀风味烤香鱼锅是吧？漂亮，完成了，谢谢。看看 Max 麦克鼠啊，来，先我准麦克鼠。你那边炒了些什么底料啊？葱蒜，然后蒜，对，跟红洋葱，对，蒜末，红洋葱，对，少许的。有姜吗？有姜。你这时候有炸锅巴了是吧？对，我要炸了。就顺便炸一下。它可以倒进去吗？倒进去。对，倒进去。对。好。温度不太够，上面在拌，下面在漏。这个是糖加水而已哈。然后我加一点那个比较特别，我加一点荆棘汁跟话梅。你的香气补得很特别。对。哦。然后再把凤梨跟一点小番茄放下来。凤梨小番茄。哦，补一下它的那个另外一个。这个糖醋酱汁看起来很热闹。嗯。来略微的勾个芡，果香四溢，酸味迷人。好，锅巴先帮我滤，放在旁边就好。好，酱汁的部分我们先铺底。好，
加点 Tabasco， 对 Tabasco， 但我不加醋了吧？你醋不加了吧？啊，因为已经有那个荆棘的酸度，而且 Tabasco 就够酸，对啊， Tabasco 有酸。哦，小坤坤，哦，刚起锅当然太烫了啦，先放上去，待会先放上来也好。那你拔要转哦，好，来，哦，有一个要龙门，就对对对，好可爱哦，哦，有一个，哎呀，有吃错，完了，没有要过去啊。毕竟有时候我们不会一步到位，射到柱子啊，重注再两倍 double， 这样子就完成了，重注两倍，鲤鱼撞龙门啊，不，金香跃龙门完成，龙门跃龙门。上桌，就是品尝今天的香鱼料理，来，好，我们准备要吃金香跃龙门，好不好？请助理。每到夏天，许多人喜欢到海边欢聚开趴。为防止夏天民众群聚开趴闹事，芬兰的警方实施了何种方式，竟然引起网友的热议 ？A， 每晚对着海滩播放古典音乐。B， 邀请比基尼的美女担任巡守队。好嘞，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哇，好好累啊！觉得古典乐比较有意思，这比较倒胃口。哎，这也不用太解释了。如果你弄了一个比基尼的辣妹来当做巡守队，哇，更想去看看今天派谁来了，更多了一个开趴的原因，就这么简单。但我觉得，如果今天就是要来制止你的是穿比基尼美女，她就是有一种。你不要闹了，他不会这样。那我看会闹更大，这样才会出事。你打会才会出事，你打会被打。哇，你又在喝酒了，好笨，好笨，好笨。对，我觉得是 B。所有选民请选择。五、四、三、二、一。詹姆斯，你是疯了吗？如果说，因为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答案，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个是我们制作单位想出来的，那他们的文法真的不好，哇，你懂吗？他一定有悬念在这边，因为这个明显就是要大家选 A， 哦，哎，有道理耶，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有悬念，不然就是不然这个人可能文法或是他中文造诣不好，这个一定会让 party 更热闹，他一定有悬念。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走过来。这真的是巧不巧，我们戏里面有讲到这件事，刚好就是有把这个放进剧情当中。是吗？你们聊的是什么东西呢？而且我们还知道放哪一首，有这种事。是舒伯特的，舒伯特圣母颂。我们刚好聊到这个主题，刚好聊到这个戏里面有这，刚好有个角色真的是要做这件事情。对，哇，就是说是我想太多喽。对，那你要说吗？文笔不好，不是文法。你都这样说，来，正确答案是。答案是 A。真的？因为这样的关系，为了要驱赶民众胃口，警方就灵机一动，每年的六月开始就会利用扩音器播放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应该有轮流播好。嗯。一定有淘几首。那从晚上六点播到晚上十一点半，六点半再播到十一点半。啊，当地警方表示说这个方法很有效，年轻人就会避开有播放古典音乐的地方。哦，那他这边听得到，他就出去，他觉得很倒胃口。对啊，对，我们补充说明一下，他为什么是舒伯特那首歌？因为播这首歌的时候人最少，就是大家其他的古典音乐可能还会有一点什么，他播个圣母颂，就突然这样，懂事懂事的突然。他们有算这个概率，对，就是这首歌一播，人比较少，就散了，比较散，就散，就往海里走。那请问这个 B 是谁想？这样不太对，打妹打妹啊，也不是要这个效果啦，错。来来来来，你加。哎呦，那个糖醋，哇，不酸哎，而且哦，真的很酥脆哦，果香很好吃，很清爽的糖醋口感，哇。鱼蛋好松软哦，嗯，效果很好，鱼蛋。米哲怎么说？它因为鱼蛋外面有多了一个糖的炙烧，然后又搭配那个凤梨，这样一起吃，其实味道是很讨喜，你会一直吃之后就会想要再吃第二个、第三个，其实不会腻，因为加了美乃滋其实不会腻。掌声鼓励，谢。
对不对？厉害厉害，很成功哎！谢谢。我们准备要吃另外一道了。是的，巴蜀风味的烤香鱼锅，来请就位。主管官请出列，来哟。哎，上。最后一题，请出题。每个人不经意的小动作，除了透露性格，有时候也会提供我们一些讯息。根据研究，常做下列何者行为的人可能比较聪明 ？A， 忍不住就挖鼻孔。B， 动不动就爱翻白眼。哎，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呀，我觉得是 B。我周围很多聪明的人都很爱翻白眼啊，因为很容易不耐烦。但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说，好难想象，不住，不对劲吧？答案是 A 了。翻白眼呢，是一种情绪耐受力不足的人，这种基本上智商都不太高。你还说哦，聪明的人都翻白眼，我知道了很多聪明的人都不会攻击。我知道，我随便讲一个，谢哲欣够聪明吧？我就没有看过他翻白眼，他也不会忍不住挖鼻孔啊。哎，他是不在外头啊，他还有礼貌。他不是剔牙的，他等你叫他，他等你叫他。哎，挖鼻孔吗？原本以为是剔牙，对不对？好，你这样突然就变很丑。昨天都没有这样，他只是举例，比如他是不是？比如他就不翻白眼，我觉得容易翻白眼就是因为我受不了。那我受不了这种耐受力不足的人，他基本上聪明有限。挖鼻孔呢？不是因为耐受力不足。挖鼻孔，我觉得它是一种就很痒而已吧。舒服啦。我觉得智商发展到一个程度，它不会拘小节。对，智商很高人蹲下来就大便。大便。太不屈了。对，直接大给看，你是智商高。太不屈了。我不在乎。讲到这个的椅子。那已经不是不拘小节了，不是破坏礼节。我们在讲的是这个，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啊，周学兵，请选择。五、四、三、二。哇！哇！他翻白眼，他翻白眼了。遭遇大魔。啊！等一下，林俊逸，你走过来是因为你们心里面有这个桥段的？没有。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很聪明啊，我觉得鼻孔很常痒，我也蛮常痒，你为什么走过来？没有了，我觉得人动不动就翻白眼，他太外露了，这是一种不聪明的反应。你看，比如他讲话，你翻白眼，人家就知道你不耐烦。对，所以你怎么是聪明？这聪明的怎么会？而且他可怕的是，他不聪明，因为他外露，他以为他自己聪明。啊，因为他觉得不耐烦，不耐烦，你懂我意思吗？啊，但反过来，你挖鼻孔，我不知道，但是应该翻白也不是属于。哎，其实我们节目有一个大哥，他就很喜欢挖鼻孔，周伟成，不不，他是这样，他是都是这样，对，来，不是啊，十六挖，周伟成是十六挖，周伟成不是，周伟成是他那个鼻毛比较长那样，那他才会这样，他才会这样，是这样是鼻毛，我原来身体是需要被哎骨肌，骨肌哦，画给大家看啊，好吧，来说明一下，他就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大学主导的一个研究哦。简单来说，因为这个鼻子里面含有多种的感受器，所以人们当用手在按摩鼻子内的黏膜时，实际也在用手指刺激这个按摩的这些感受器啊，产生刺激大脑的效果。所以因此，长期下来爱挖鼻孔或者是比较常挖鼻孔的人，我会比起那些害怕别人指指点点而不敢挖鼻孔的人更为聪明哦。所以你在节目上很常这样子的。鼻子痒吧？没有，他这两只哦，哦，那特别聪明。你不要离他到用脚一起挖，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因为有时候鼻毛常会痒痒的，他就把它塞回去。不是，哦，就把它拔掉，这样就刺激大脑了。我要拔掉，刺激大脑。哎，如果喜欢拔鼻毛就更聪明，更刺激。好了，赶快去吃啊，这边去，去，拜拜。哦，谢谢你们，来，我们吃，来吃。哇，吃凉面，吃凉面，哇哇哇。哇，你的腐竹软了吗？软了，软了。输的彻底。软了，软了。对呀、啊，谢谢。六票是什么？先吃两面也可以。就跟刚刚那个哦，加了鱼软，对，加了鱼软。哦哦，把鱼软整个拌松，对，这个烤过的鱼软就一起吃。你要反过来我的香面啊，让我看一下你吃嘛。
鱼卵多半很干柴，我实在觉得这个鱼卵淡淡的哀愁。今天香鱼的鱼卵太好吃了。嗯，松绵软，然后那个啵啵啵的那个感觉还是在，而且意外的跟凉面好搭哦，好细致的。嗯，刚母四哥说的那个一尺香，其实在日本好的香鱼，它就一个淡淡的那个西瓜的香气，而且它的鱼卵不会有腥味。嗯，对。然后接着就吃我们的烤鱼，大家已经开始吃了。对对对，它里面也有鱼卵，泡菜也好买。哇，一个 set 有吗？真的。夹菜。他好孤僻哦，他好孤僻哦。哦，好辣哎！哦，哇，哇，蛮辣的。哎，我不用吗？对，不用吧。烤鱼啊，重庆烤鱼。它主要是就是辣，泡着啦，泡着去咬那瞬间。哦，辣会流鼻水。你们用油呛对不对？还有口中。我干辣椒有煸炒过。你不觉得辣？我不觉得辣。你不觉得辣？很辣。对，很辣。我也不觉得辣。是很辣。它把它蒸成还是稍微清爽一点点，对，不会死咸的那种辣，是我的极限了。吃饱一点。好，今天陈哥拦截了14票，轩坚持有拿到6票。嗯，有抢到4。哇，吴师傅，你之后要抢到超过10人，你才会赢我。哦，我这样是对谁？不知道。对武士哦，应该是吧。今天的比数就是我拦你啊，拦截者14票，轩轩6票，38+6，现在你到了44了。Yes。好了，所以今天恭喜我获胜了啊！我把拦截者的奖带走了。好了，你们两个好好把这个大戏，这个很重要，这么好的一个戏，竟然只有在台北演出，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赶快利用今天宣传一下，让中南部的演出场地知道这个事情，好不好？是，来介绍一下全民大剧团呢，在今年的8月16、8月17、8月18，在台北的城市舞台演出的是《脑内失控的 iTunes》全新的音乐剧。嗯，有两位唱将在里面。嗯，啊，两位优质的音乐唱将。对，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唱歌，都会弹钢琴。对，然后所有的才艺都搬上台。对，你们也看看我的主持搭档八月在里面有做了什么样精彩的表演。哦，非常精彩，一定要来看。一个3388神经兮兮的女人，她唱歌起来应该也是蛮惊人的。哦，惊人。她的声线应该也是蛮厉。嗯，很好听，而且声音高很高。哦，很高。对对。哎呦，黄莺出谷。黄莺出谷，老鹰的鹰吗？黄色的老鹰。很精彩，然后现在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可以到 OpenTix 购买喽。好，希望这期欢迎大家。好，谢谢，也谢谢我们今天两位主厨，谢谢。谢谢。拜拜，下期聊，请收看《型男大主厨》，祝全台湾喜欢吃香鱼、看好戏的朋友天天都幸福。晚安，拜拜，拜拜。异国婚姻到处是学问，真爱最大鸡同鸭讲，照样一言不合就结婚。很多老师，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们两个很适合在一起。哦，可是不行啊，因为他就跟另外一个男朋友讲话的那个声音很温暖呢，说真的太 gay。太 gay。本来以为我是 gay 嘛，所以他是当 model， 他就没有戒，他就没有戒心，在我面前换衣服，对对，换衣服，放很开。怎么知道他就是直男？第一次亲我的时候，第一次亲我，3天内真的确认。对，我们当时跨年要去看烟火，他就跟我朋友说：“来来来，我们去101看烟火。”他外婆的口音，他以为烟火就标准的烟火。30年葱烧饼达人手里擀的不单是饼，还在增感情。咱来看看外国朋友现学现卖程度到底行不行？对，谢谢。对，哇，他单手举木炭，还有手拿。对对对，老板先讲。刚那个画面太精彩。小朋友，危险动作不要学。会烫哦？哎，当然会烫。手下面写我也会烫啊。这可是你看，已经没了手吗？手都秃了。这个达人，这个猪八戒，看这看，哦，会了。本节目由万事益冷气冠名赞助播出。